央视，当地时间24日，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危害及预防司司长布里安德在第75届世卫大会上表示，自5月7日英国发现首例猴痘病例以来，全球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上报了131例猴痘确诊病例和106例疑似病例。布里安德指出，此次猴痘疫情很不寻常，多国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病例，但疫情仍是可控的。目前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和不确定性，尚不清楚这些病例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是传播高峰已经过去。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加强对猴痘疫情的监测。